讲多好白，再一出。上校结合成绩，不共创多赢在。共襄盛举。那刚媒体朋友访问我，为什么跟诚毅文理集团带头团队这边来签订合作协议？我说带头是我国中的学弟，很优秀。那我也替他担任本校的校务顾问。那 Vita 总经理，我也请他担任我们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那刚巧三品牌长的介绍，大家应该可以进一步了解整个诚毅的集团，我非常认同他们的理念，结合在地，然后刚刚有六个字嘛，创新情热不是热情哦，还有一个美学，尤其美学，我们有艺术学院，我们也有英语系，我们有语文方面的专业，也有本土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所以本校的策略联盟可以做很多的结合，包括我们李副校长的世经系啊，还有我们谢建元处长，他会酿酒啊。你看诚毅酒店有他们自己的酒啊，以后可以多交流。那我们知道，我们有校高科大，它有旅游观光的相当的专业学系，那更不用讲我们高三大，还有我们温兆宇大，培养很多懂语言的人才，所以很感谢我们三校一起来共襄盛举啊。那刚刚巧三有在介绍，跟诚毅酒店签约就是跟全台的诚毅文理签约。那我们四校的师生同仁有没有优惠？大家鼓掌一下啊！师生的交费，你看刚刚那个介绍多好，而且新的品牌我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是雨潭 Villa。我跟你的名字很相近，Villa， 你看很有理念啊。那刚刚到诚毅酒店的介绍，我是从无到有啊，看到我们代表从嘉义过来，一直到现在的一个经营，真的很佩服。我真的以我这位学弟为荣啊。那也把这样的一个欣赏跟三所有校一并来分享。那希望后续不仅是学生的实习，老师的产学各方面都有无限的可能，这只是一个起点啊！我们乐见我们四校跟诚毅共赢多赢，那也祝福各校校务参谋，我们诚毅酒店蓬勃发展。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王校长，还有我们戴董、戴总，还有我们几位学校的代表，还有我们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非常高兴啊！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要谢谢我们的大大前辈啊，就是王校长啊，他真的是很用心来促成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签约啊。那的确就如同刚才讲的哈，其实老实说，跟诚毅签约就是跟全台湾诚毅签约啊。但是呢，我们王校长呢非常有诚毅。为了要促成这一次的签约呢，来让我们先 warm up 一下哈，来促进彼此的一个交流。
啊、哦，那个交流很血腥啊、哦。那个原则上呢，我想这一个交流的过程呢，咦，我修正一下，热络啊，很有诚意，对对，很有诚意啊、哦。所以我想非常感谢啦哈、哦，那个高师大王校长这边长师也邀请我们，也邀请了几个我们的友校，然后一起来跟这个诚意来做一个结盟。联合的一个节约、哦、那我就想到、哦、这个意义在哪里、哦、那其实最近、哦、大家都在讲永续发展、哦、这个刚好就是符合到我们 SDGs 8、哦、我们的一个好的就业机会跟经济成长。那刚才看到那个简报、哦、其实说真的啦，我们对诚意、哦、虽然觉得它是未来一个、高雄的一个住宿的地标以外、啊、其实认识不深、哦，但是今天听到很多这一种非常感人的，比如说青年创业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年轻朋友对过去做很多的事情啊。那未来新的品牌是在小琉球嘛？啊，我刚才就在跟我们李一鸣副校长在那边交流，说真的就是窃窃私语啊。要怎么去小琉球？爱快乐的出发啊！所以高科大作为海洋相关的学校，可以找我们合作一下啊。那再来哈、哦，另外我们的确也有一些语文专长，也有观光系，还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哈、哦，他们是跨领域在做学习，哦，甚或有一些 AI 的一个知识，如果用得到，也可以加入诚意作为一个未来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了哈、哦。所以我想哈、哦，在这样的一个签约哈、哦，不仅达到学用合一的一个目的。其实也是有在我们机制体系很强调所谓的务实自用、啊、所以我在今天呢、哦，也要代表我们校长非常谢谢王校长，谢谢诚意集团，还有我们友校，我们一起来努力，为了高雄这一块土地，也为了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国立高雄参与大学李一鸣副校长致辞。校长，还有戴董、戴总，还有我的国父校长，还有庄校长，好，还有在座的各位师长朋友，还有各位媒体先进，好，各位玩，大家好。好。好，非常谢谢王校长今天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哦，然后好久好东西不常失啊，四校一起联盟来跟诚意来合作。那我的秘书跟我说，哎，副座，你今天要来那个跟诚意。这边要来签订策略联盟的合约，那我第一个，欸、我就问啊，欸、那是在那个阿中海产，还是来来烧烤，还是我们小港的亚洲？下次。因为啊，我所认识的戴总跟戴总，他们是非常热情的人，啊、哦，尤其像戴总，他经常说啊，他不是在酒店，就是在往酒店的路上，啊、哦，全心全意的投入打造成立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么，诚意在我们台湾的一个参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上，我想有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定位啊、哦。首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以饭店为特色，然后也是在饭店连锁集团里面呢，有编制所谓的艺术展这样的职务，就是把诚意变成一个文化跟旅游的一个载体的平台。那么，另外呢，除了文创这个特色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对青年创业的一个支持。哦、那我们看乔杉就知道，哦，乔杉这么年轻哦，他也有几年 DNA 哦，已经让人家笑哎。哦，他从中正大学的时代就一直跟着诚意这样一路成长上来。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诚意是非常非常愿意支持青年在自己的一个事业体里面发光发热。所以我们高三大非常有幸，我们在之前也在我们的校园发展的一个规划之下，一个诚意有了刚一些合作的一些起头。那我们希望经由这次的一个四校联盟，然后让这个联盟的运作希望能够顺顺利利、长长久久。好，那预祝这个联盟顺利成功，谢谢。在座的各位学界的朋友，还有我们媒体的好朋友，大家晚安。晚安。那文藻非常荣幸
能够有机会跟我们三所高雄优质的这个大学，还有我们优质的这个企业呢，陈义文一起来共同的合作，来为我们的这个人才的培育，还有我们的青年就业呢，来一起努力。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陈毅介绍他们的这个在高雄的这个陈毅酒店，跟未来要在小琉球发展的这个谈这个 villa，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陈毅的未来呢，一定是什么立足台湾，面向国际。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气势之下呢，那文藻的人才培育的特色跟重点又是在外语能力跟国际化这两个部分。那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可以有很深刻的合作，然后一起为人才培育跟青年就业来尽一份心力。那我相信我们四校各有各的这个特色，那这个四校特色跟陈毅的合作一定是可以发挥强强联手的效应。那最重要的是为南台湾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充实南台湾的人才库，然后当然也引领台湾社会全球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那非常感谢王校长，真的是不藏私，他愿意跟我们这么多的优质的大学呢一起来合作，跟优质的一个企业呢来共同努力。我相信这个就是台湾未来最光明的一个这个希望所在。那最后也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身体健康，平安愉快，谢谢大家。这个跟在四位校长后面讲话压力真的很大，好听拢全部在讲话，我今晚准备讲啥？今天很高兴啊，首先要谢谢王校长能够这么热情的，然后把高雄最优秀的四所学校的那个校长集合在这边。然后陈毅集团，我们带董23岁创业，我们是一个完全在地养成的企业，我们从嘉义出发，然后所以他一直，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白手起家，所以他很致力于对于年轻人的培养。在这个很多服务业、饭店业在缺工的年代，我们一直在想象，除了说引进外劳之外，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想要更往下的扎根，跟学校做更深的结合。就是说，我们其实诚毅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大量启用年轻人的。我们现在各馆文旅系列的馆长，全部都是打馆长擂台赛打出来的。你来公司，不管你原来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可能是一个房务人员，你也可能是一个柜台人员，但是呢，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透过打擂台来发展你在公司体制内的职涯。我们现在那些馆长几乎都是八年级，乔山已经算老了，他是八年级生，对，就是这样子打出来的。我们一直很大量的用学校的年轻人。那刚刚科大校长说，我们小琉球有一个谈系列，我们要航向大海。没错，我们月底我们的游艇就要来，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一艘游艇。然后我们现在也希望在高雄这边扮演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不管是在港务中心或在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希望呢，我们能够面朝大海，走向国际。所以呢，今天非常的高兴，有这个荣幸能够跟四个这么棒的学校，之前高三的学生已经有很多在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扛把子，而且他们真的很优秀，都是我们的服务尖兵。然后我们希望透过在跟其他的学校，然后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到我们的饭店里面，作为一个我们诚毅酒店的，我们是一个高雄的文化客厅的这样一个角色。我们也希望把在地的文化、在地的元素、在地的精神，更希望能够培养台湾在地的年轻人，作为我们一个事业的实力。很感谢大家，谢谢。他是中正的气管博士啊，他自己也有出版好几本书啊，他的观念我也很赞同啊，很不容易的姐弟党。那对年轻人的支持啊，刚刚也提到青年创业等等啊，也令人感佩啊。那意见交流时间是
也请李副啊，我们的同仁要不要啊？院长有没有？哦，媒体朋友有没有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这个桌上这一案都可以 talk 啊，有没有？讲得很清楚了，大会讲得很清楚了。很清楚了哈。那我要再加强一点。今天在座的各位啊，只要认识我们啊，到我们所有的饭店啊、文旅系列啊，都可以打折，打到骨折。对不对？校长补充一点啊，校友校友一样放加进去。哦，校友。另外的一个系优惠的另外另约啊另约，好，那这个结合起来不得了，四校光高科大不得了，高科大的校友我们是69年了，高科大快几年下去，整并后是比较短，整并16年，对，工专的，我们工专是60年，六十年，我们大概有20万的，哇，校友势力很大，我们差不多10万吧，校友。文藻也是几年了，应该有5、6万以上。高三大比较年轻了，但是追得很快啊，因为变成专业。有没有媒体朋友有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那个游艇的部分是可不可以再说明清楚一点？游艇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集团旗下有建设、有营造、有饭店、有餐厅。那游艇未来会作为我们集团最新的一个事业体。那游艇在干嘛呢？除了就是我们要拓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跳岛之旅，在高雄住诚怡酒店，那隔天晚上你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小琉球的离岛，对我们新的离岛。那在小琉球建制之前的话，就是我们会带领我们的游客、带领我们的房客、带领我们俱乐部的会员。可以在海上，就是有一个就是高雄外海来的一个旅游行程，所以它会延伸，会开发出相当多的游程的企划设计，相当多游艇的服务设计，游艇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活动合作等等，对，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新的一个事业的部分。又可以接驳蓝色公路，市府一以前在推蓝色公路，一直没有推出来啊，那是让诚毅来推，好。高雄餐饮大学李副校长。文创商学院。文藻外语大学庄慧玲校长，以及我们诚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好，请
盟结合诚意酒店站，站来。